每年暑假台北都有不少展览，今期最瞩目是猫美术馆，将世界名画进行二次创作，变成猫猫主题，有晒可爱。60幅作品中，你又认得几多呢？头先睇完展览咧，呢度仲有个猫嘅互动区，唔知入边有咩玩呢？跟我入嚟睇下啦！互动区有光之猫、名画猫狼、猫乐园等等，其中名画猫狼仲有唔少道具可以打卡。我只耳仔受伤，而家好痛，我都去瞓阵先，冇咩事我。喵，等等先，咁样好似唔系好似拾穗者喎，咁样就似好多啦。呢度有个猫乐园，可以俾人入去扮猫，喺啲栏上面栏下，等我又栏下先。呢度做个猫球公，你可以带埋你只猫猫过嚟一齐睇名画同埋影相噶。呢度仲可以写啲同猫猫有关嘅嘢，等我帮你点睛先。